只是说我们王牌叠对叠今天不得了了，今天这一集啊是我们开播以来最不得了的一集，最不得了一集，完全是勾心斗角的主播啊，不是，没错，斗智又斗勇，但这四位都不会斗的，好不好？很温和的，很温和。来来，欢迎我们今天的主播群，来，首先欢迎的是徐长元、刘涵卓、陈永康，还有泰座佩珊。泰座，欢迎泰座。哎呀呀呀呀！哇，欢迎欢迎欢迎！谢谢谢谢。你们四位有同事过吗？哦，我们有三位同事过，对，韩竹、佩珊，你们就是你们三，所以你是局外人，局外人，是两个位置，因为比较体育类的比较不一样。其实讲你要叫同行相忌，有没有？哎，他其实同行在一起的还蛮多的，演艺圈跟演艺圈在一起的，是，其实我们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斗不过，斗不过回家，去回家，就同一队了，唯有不是，你不是斗不过，你是犯贱，是吗？对，在那边被人家斗，还要娶回家斗你。二十秒秒缠斗在一起，时段抢不过人家，播的量抢不过人家，就斗了以后呢，他就比较不会跟我抢了。算蛮聪明的。我以前小时候呢，我曾经不小心捅到那个永康哥过。是吗？对，因为呢。有一次，因为他们比较资深，我是之前的，他们是主播，我还是记者。然后晚上的时候，长官派我出去连线，然后那一节的主播是永康哥，是，哎呦。然后永康哥在播报的时候就说：“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记者刘涵竹。”我就看到摄影机亮了之后，我突然脑中一片空白啊，太紧张了，第一次，对，人生第一次，我就好，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哪里哪里？您看到的就是现场状况，把时间交回棚内。你可能没有讲清楚，我们把镜头再次还给韩竹。来，这边宣传中的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棚内。韩竹，你刚才讲什么？我们再次把镜头交给韩竹。永康哥，你懂的不是比较多吗？再还给棚内。就是哇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连线，我搞砸了。但是呢，好恐怖，缠斗你们在传接球吗？经典。我那时候因为是人生第一次连线，我通知我爸爸妈妈、亲朋好友全部都在电视机前收看，守着等着你呢。结果讲完自己背的那一段就没有了，没有三句就丢回去了。然后我后来结束之后，我就打电话问我妈说：“哎，你觉得我刚才表现怎么样？”我妈说：“那个主播脸绿了。”刚刚他跟我讲这段往事，我是真的完全没有什么印象，对，很久以前事情。因为我想你们要碰到新手，这种司空见惯，对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被人家逗，完全自己没有感觉，就活得比较好。我已经处理很强。其实我那时候收了别的男主播的指示，说：“哎，你要让永康哥出球。”我们在业界就是活得比较久，就是基本上我们不会去骗人，也不会去逗人家，我们就是抱得多或抱得少，然后慢慢校正回归。哎，那不适合。这个游戏，我今天呢，我们就是真的斗，好不好？对，连夫妻都要斗了，要互斗啊！现场五人进行抽牌，分为四张好人卡，一张间谍卡。任务成功，奖金进入公积金；失败则奖金计入间谍金。经常得从一连串的任务过程揪出谁是大间谍。来，非常先直接抽一张，好人是。好，先不看啊。好人是共分那个公积金，那只有间谍可以独得。来，展云哥先投。好了，来，我们一位一位，好，佩珊先来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看不出来。来来来，你中，一直摇头。好，这夫妻呢，到底会不会有一个是间谍？觉得不可能呢。好，来，韩竹。我们现在正在连线哦，好。好，来。会不会今天游戏有连线？现场连线题。哇塞，这有点浮夸哎！他本来就是浮夸路线，对啊，这个路线，他不浮夸怎么会红呢？对不对？凡凡，好了，也不，请画押。马上进你们第一个单元，全员作答。究竟谁才是大间谍呢？游戏即将展开。第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古埃及法老陵墓一般称为什么？请作答。这有那么难吗？这会不会被主播想得很难？我们来看看金字塔。木乃伊。对啊。哇塞！金字塔木乃伊佩珊。我自己都被自己的答案吓到了，这么快？陵墓哎。我们已经讲陵墓了。
不是，是间谍太明显了。第一题就这样搞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我们这也是有道理的，是因为他躺在我的里面。哦哦，哎呦，哇塞，哇塞，夫妻是默契，形影不离啊。节目上还要做恩爱，你看看。木乃伊在金字塔里。正确答案是。答案是金字塔。好，来哦，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究竟是命运捉弄，或是冥冥中自有安排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，是哪位主播的经典台词？请作答。究竟。那个名字。盛竹如，盛竹如，你呢？盛竹如，盛竹如。盛竹如，盛竹如，做主播要有礼貌。你看看，大哥，传奇到现在没有手机啊，没有，真的、啊。对，因为他发通告了，他拒绝使用三 G。来到来不来摄影棚不知道。可是盛竹如家里才联络得到。盛竹如大哥接很多网络的工作，所以他万一今天 delay 了，你也找不到他。他不太会 delay， 他不太会 delay。我靠，出了门之后你就找不到他了。如果11点的通告，他下午2点还没来，我们就要等到他就对了。究竟在哪儿？究竟在哪？跟谁讲？顶替他的，我今天就是来顶替他。盛竹盛大哥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，而且我听说他曾经出这个户外的溯溪的外景，他穿着皮鞋去溯溪，是啊，好帅哦，真的走完哦，真的走完哦。好，大家对这个盛竹如哈如雷贯耳。好，这个全部答对哦，恭喜哦！恭喜全员答对，奖金 double 6000，赚菜钱。好了，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2021年中华职棒总冠军是哪一队？请作答。这个我们真的是，这个要是我是间谍的话，我也不能故意答错吧？对耶，这展元哥不能答错。这一题呢，如果展元他是间谍的话。他答错，我们就知道他有鬼了。第三是，什么圆？什么圆？我不知道。圆是哪一？啊，乐天，乐天桃园。圆、哦、是圆。对，我只记得动物。乐天桃园。我告诉你是真知道假知道，真还是有印象？有印象。乐天桃园。那叫我是统一，我只知道这个统一师。不是，统一师不是第一名。不是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脑海里面只有一个统一师。统一师。那你们是中信兄弟，中信兄弟。你是黑道兄弟。刘安竹，断断线啊！我一下子断片，我本来想写兄弟上，但是又觉得不是，反正就是那个兄弟就是兄弟就对了，就是兄弟就对了。好，尊重一下好不好？人家是7年拿了6个亚军之后，终于确定。哦，这样子啊！难怪我觉得，难怪我记得。哇！来，正确答案是，答案中信兄弟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算4个以上都断对了，加3000啊！下一题。请出题。请问人称台湾新闻界的 LBJ 是哪位新闻节目主持人？请作答。新闻节目主持人啊，每个都我们不知道，很合理吧 ？LBJ 呢，就是 LeBron James 的缩写。他是不是这个是吗 ？BJ 是不解释 ，BJ 解释。LBJ 哪个？跟你同一辈的，你还把他名字写错？四是哪个四啊？1234。哦，四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李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李大哥，你四端，他们家老大叫1端、2端、3端、4端。哎呦，刘宝杰啊！哪个看一下大家的答案？刘宝杰，是不是很合理啊？刘对不对？宝杰 ，LBJ。哪个？该不会你是间谍吧？我不可能。为什么刘宝杰叫 LBJ？ 英文缩写。刘宝杰。恍然大悟。你是不是差点写西平啊？那应该不会错的，正确答案就是答案刘宝杰。没关系，大月。只不过全员全对而已啊，还是有加3000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今天很厉害哦。请问2021年荣获金钟奖特别贡献奖的是哪位主播？请作答。2021去年有奖啊。那个，但是什么名字？金钟奖有主播。贡献奖的主播。对对，想到不是这样暗示太明显哦。安乐死的那一位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名字。富达人。我写安乐死那位，名字一样上不来。富达人。富达人，富大哥。
你是李艳秋。我知道答案。人力鱼展员。对啦，是那个气象主播人力鱼。是人力鱼啊。对，人力鱼。人力鱼，人力鱼。北北在颁奖典礼上播了一段气象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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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当时是詹怡怡当引言人，把她引导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奖在台上。不是，常常我们演艺圈不是特别贡献奖都是过去的人吗？因为他刚好退休了，那时候刚退休。哦。人力鱼啊，最久的一位。没有，你知道刚刚凡凡特别说气象主播，我本来就已经在怀疑凡凡了，所以我就想凡凡讲的一定要误导，所以没有，我觉得你有问题，刘欢子。没有，我是正确的。新闻人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有问题。来，正确答案就是答案人力鱼。对了，来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成为喜剧演员的现任乌克兰总统是谁？请作答。我真的不知道哎。展元哥，我只知道另一个。我不知道。来，韩族是泽连斯基。雅气是谁呀？我认识的一个乌克兰正妹的爸爸，他的名字叫雅气。什么鬼啊？总统啊！该对的没有对，就是让我们怀疑的地方。哎，可是展元哥看起来很真诚呢。我前面都答对哎。对啊，不能都因为一题错就怀疑我吧？前面那个体育中心休息，你不可能作假，对啊，太明显了。所以这个你做答错是刚刚好。哎，你是写谁？空白，因为我怕写普丁会太夸张。你刚刚写的普丁啊？你不能擦掉，你不能擦掉啊！我知道我错了啦。你要写上去，要让大家笑一笑啊。我写普龙宫，完蛋了！我知道是错的啦。喜剧演员呢？哦哟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泽伦斯基，泽伦斯基，泽伦斯基，他最近完成人生愿望，是当演员的时候没有去过坎城，对，最近，但最近坎城他在开幕典礼发表演讲，真是的，一个嘉宾，算是一个，我们是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了，好不好？为了个人呢，乌克兰真的是哈生灵涂炭，我们也不愿意见到，好啊，所以呢，正确答案就是。普拉提米尔·泽伦斯基。哎呦，普拉提米尔，现在公积金18000了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请问铁人三项是哪三项？请作答。当铁人三项。好难哦。哎呦。不错啊，刘安竹，嗯，跑步、游泳、自行车，对不对？展元，跑步、游泳、自行车，跑步、游泳什么？跨栏。我忘记最后一个。干嘛要跨栏呢？就是你看起来很强，跨栏感觉铁人三项要跨栏。我的也是脚踏车、游泳、长跑。啊，按照顺序是这个对的哦，按照顺序，先游，再骑，再跑。哎呦，因为要先游，比较不会在抽筋的时候危险。哇，第一个要游泳。我一年参加两场，小弟。哇，真的，难怪都这么清楚。参加两场好不好？他每场我都陪着。拍照，好浪漫哦。所以。佩珊也是对的。英文版有没有加分？哎呀，有，我也有英文版。哦哦，好了好了，一样。我靠，这你会写英文啊？我也要写啊。我要写。好，我们正确答案是游泳、自行车、马拉松。哦，那就是长跑了，我们可以吧？对。哦，好，来，我们下一题，请出题。5000元默契题。哦哟。请问一想到3C 产品，你会想到什么？请作答。哎，这个是大家要答对的哦。好，全部一样的。就是啊，一起对的。三 C 啊，这很简单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有机会哦！手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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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机。哎，有年纪的，有年代的。我们这几个刚刚出来跑新闻的时候，没有手机了，是真的用 BB 扣跑新闻。你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用过那大那个黑金刚？有，你也用过黑金刚啊？用过黑金刚啊？打人也会痛的。陈永康到底？可是会不会盛大哥就不会写手机？哦，盛大哥连 BB 扣都没有。对，所以还好。我们写手机。全部答对哦，所以呢，奖金 double 变了10000哦。今天好人不得了啊！公积金已经31000了，一定要间谍金只有3000，那我今天我不要抓到间谍。对啊，大家
来喽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6000元默契题，哎呦，请问一想到政治名嘴，你会想到谁？请作答。政治名嘴啊？谁呀？谈政论节目的名嘴啦。应该这个答案不一样吧？我没有答案。黄伟汉、周玉蔻，他不叫政治名嘴吧？别人主持他也去上当来宾。哦，对啊。我是写沈富雄。哦，沈富雄，都不一样。因为经常找我主持，经常要出门，我在看一边他的新闻啊。哦。啊，赵少康，赵少康。是。哎，果然我们是。哎呦，你很烦，你两个撇除。在我的名请里面了。学人机。哎，他们有问题。赵康哥应该算是主持人，对，永康哥的马脚开始露出来了，有吗？他认识这么多政治名嘴，他偏偏要选他，他真的马脚露出来要选。你这样子要灌我这个太明显了，因为我好不容易第一题稍微讲话有点结巴哦，你刚才有一点结巴哦，很像刚刚连线的状况。说这一题的默契。只有他们夫妻好，我们真的有默契，好不好？所以，我们刚才6000的这个基金呢，我们加到我们的间谍进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哦，来下一题，请出题。最后一题，10000元默契题，10000哦，10000。请问一想到羽球选手，你会想到谁？请作答。哎，啊，我本来想的是一个男的，但我觉得你们应该写的不是那个男的。因为那男的名字你不会写，男的名字比较好写，女的名字比较难写。哎，我觉得我好像有写错字，哎，错字哦，哪个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？不是不是，好啦，应该不会错了吧？我还是写错了。戴资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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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戴也算，小戴，小戴，小戴，那么熟啊你？对啊，不是吗？小戴，我们全部答对，就20000呢。哇！现在已经60000了，第一次，公积金下是51000，间谍金9000。所以我们的间谍其实今天没有那么的坚决。韩竹，你觉得？其实我觉得。我自己，我觉得是展元哥啊，因为我觉得展元哥他表现了一副就是很认真在答题的样子，但是我就是觉得有点怪怪。我觉得像佩珊姐是真的不小心答错，因为哎。然后我也觉得不是凡凡超级认真在答媒体，不管他答的怎么样。而且我今天他，我觉得他讲话也有点怪，是不是？平常他其实也话还算蛮多的，他今天话稍微有一点点控制，哎，有没有？但我说的那个 feel 啊，我觉得就是他今天感觉就是怪怪。还有刚才咪牌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展元哥的表情不太夸张，是不是？浮夸，就是说不出来是哪里，但就觉得有鬼。好，我来听你怎么讲，你好好讲哦。我非常的真性情，好不好？真的好想赢韩国，是真性情的刘雯。哦，是不是？我怎么可能会？他刚刚有一题，哪一题？该对的。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，对。奇怪啊，写朋友的名字。泽伦斯基，我跟真的是不知道了，我只知道路文斯基了。我靠！哇塞！老天！你路文斯基那个新闻是不是用 BB 扣收到的？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展元哥有没有破绽，因为他讲好想赢的时候都会很真诚，所以我们请他讲好想赢间谍跟好想赢好人，我们看哪一个比较。哦哟，有没有？我们去感受一下。好想赢间谍，有一点假假。对，不是不是，他在想我到底要讲好人还是讲间谍？好想赢，哦，他讲说我是间谍啊，间谍哈。给你们再演一次，好想赢好人。好人，因为刚刚分不太出来。好想赢好人，他真是这句话是真心的。有没有？这个是比较有，因为间谍很情不由衷，展元哥不小心。好想赢那边那个顿呆一下，哦，有没有？才慢了0.01秒。对对对对对，出来。好，没关系。反正我们现在还在分析了，好，你算了，不用分析了，我好人了，你要分析哈，来分析，你觉得谁是间谍？其实我刚刚就是也是有点小怀疑展元哥，然后就想听这两句话而已。对其他的，没建设性，把那个广告台词现场。对，因为我好想听哦，然后永康哥我也小小怀疑，可是因为他太镇定了，所以还在观察中。可是我觉得佩珊姐应该就是好人。
也不一定啊，他那个木乃伊让我真的很讶异。不是，我是真的刚刚没有看到那个陵墓那两个字。我觉得第一题可以原谅，就是直接就连接上了，直觉式的回答。嗯，好，那永刚，你认为？我先排除好了，排除你排除谁？凡凡不可能，对，他经常留白，他的人生态就这样，哎，没有写一个，蛮符合的。我因为我跟他一起主持嘛，他如果是好人，他话会比较少，是吗？他间谍的时候话会蛮多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样子，知道吗？啊，展元的话，其实那个雅庆那个让我非常的惊讶，是哈，因为我刚刚在梳妆间，他才讲好几次泽伦斯基，你真的假的？你胡说啊！明明有在聊，不可能雅气啊，怎么可能雅气啊？对，我不相信，怪哦，就是那一题漏了破绽，哇，也不可能、啊。你写个泽伦肯德基，我还觉得你可能写错，真的，你写个雅气差太多了。哦，好，韩叔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太大的破绽，对、啊，是哈、哦。但是佩珊第一个写木乃伊，你觉得怪？我也是，依据我跟他睡了21年的心得，不单纯，不单纯，不单纯。但他后面又表现的又蛮正常，因为他第一集发现哇，亚康有点太大了，赶快修补。就跟你讲嘛，我们不骗人，拉回来，多报或少报，然后慢慢的校正回归，慢慢的多报少。没有间谍在第一题就会表露自己是间谍的啦，也是有道理。我们研究过，人的投票行为只记得前两个月发生。哎，你之前做什么事情，到最后什么肮脏事情，没人忘记了啦。投票的时候只要动手就投下去了，真的。各位，我还比较怀疑是我老公永康好不好？有没有觉得他话特别多？有哎，蛮多的。我们问心无愧，所以能够话多是正常。状态很高哎。我再告诉各位，我来爆一个料，我觉得他今天是间谍，但是他从头到尾装好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最近去念了神学院，他就是想要当好人。我现在呢，用三序法。我刚刚本来想要说永康呢是应该绝对好人，嗯，但是我现在他这一段的分析又让我起了点疑窦。什么一本正经胡说八道？我觉得韩竹我排除掉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焦凡们排除掉，是不是？你们三个人，好不好？我留到下一段再来评断，好吧？来，我们呢接下个单元 A B 二选一。那凡凡先来，请问 QR Code 最初的灵感来自于 A 填字游戏 ，B 围棋，请作答。太难了吧？猜一下。恭喜答错。发明者呢是日本工程师袁昌宏，他就曾表示 QR Code 的灵感是来自他平常爱下的围棋，所以把密码设计成格子状，写入大量资讯。所以你错是绝对是应该的，你是真不知道，他是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要我选，我会选围棋，因为密密麻麻的那格子，对不对？围棋它很细嘛。下一位展元，请问下列何者是有氧运动器材 ？A. 飞轮 ，B. 假腿机，请作答。哎，这个有概念的话才会知道，答错吧？对，这不可能答错。恭喜答对。很想跳假腿机啊，他很想跳，你知道吗？表情出卖了，表情出卖的。第一的反应通常是反应是个人的喜好，对对不对？喜好，他喜欢假腿。我老实实是说，我本来想选假腿机，然后呢，因为我看正前方的 monitor 那个 B 是在右边，我就结果应该是 A。你可以看脚啊，好老实哦，好不好？还是觉得好了，结果答对了，啊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飞轮啦，想也知道飞轮，假腿肌是肌力的，不是有氧。那还特别说这题不可能答错，结果先给他一点预防，怪怪的。你不要误导我了啊！真的，来喽。请问下列何者为咖啡渣的功用 ？A 抗痘 ，B 去角质，请坐。这个应该不难，这个应该不难，可以的。恭喜答对！咖啡渣的功用不是这两个吧？咖啡渣的功用是这两个吗？不是，没有，就哪一个也可以拿来用，除臭也可以，除臭也可以，去角质。你很认真打，是不是真的是好人？很好，是认真思考。哎，如果他是间谍的话，这个人心机够重。一直强调他是好人。这个也怪怪的。没有没有，如果他是好人，他心机就够重。我觉得年轻一代的符合你的说法，符合我的说法。
难讲。第三，请问新加坡现任总理是谁？太简单了。A. 李显龙 ，B. 李光耀，请作答。恭喜答错。答案是从2004年开始任职的李显龙，李光耀已经走了，过世了，多年了。喂，这个太明显了。喂，真的吗？这个太明显，太明显。你不要误导我。我觉得因为你要凸显，可我就发现你不知道哎。氛围有失了你主播的专业。你是这样也不是很，你是这两年都不在台湾，都不在台湾都没看戏。但问题是，李光耀已经走了十几年，我刚犹豫了很久，我有点搞不清楚了。佩珊姐不是说好间谍会分你了吗？不是说好会分你了吗？哎，你们显然我没听进去。我跟你讲，你的专业就只带2000块而已。好乱呐！我给你嘛，我给你4000嘛。后悔，你这样以后怎么，你会怎么接其他代言呢？完蛋了，搞得好乱。真的，真的。哇，来最后。好，请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总理要继任。哦，对对对。请问徐展元说，这个球就像谁的头发回不来了，是指 A 张泰山 ，B 陈金峰，可以吧？请作答。答案是单 A。哦，很快。恭喜答对。这个不敢答错了，就算是间谍也不敢答错了，得罪太多球迷了啊，得罪太多球迷了，这么明显。陈金锋，我的形容他打全垒打是风炮炸裂，陈金锋他是台南人，台南盐水有什么？盐水风炮，风炮叫陈金锋。那这个什么炸裂是哪里来？炸裂是日文，哦，是日文啊，日文过来的。哦，我们台湾老是偷人家东西。来，请问下列何者为洋芋片圆弧状的原因 ？A. 增加体积 ，B. 防止碎裂。请作答。哦，答对，恭喜答对。耶，答对了，这题简单。对，我知道你很认真答。啊，很认真。答错情有可原。来哦，对，下一位。请问日本社畜一词指的是 A 上班族 ，B 黑社会，请坐。最简单吧？对。怎么可能答错？恭喜答对。我不知道他如果用我们中文来直接翻社会畜生呢？对，这有点太侮辱上班族了吧？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他就是是啊，对，你看就是上班族很辛苦的意思。对，是上班族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就是很辛苦，社畜，对不对？每天朝九晚五那样，跟畜生一样啊，不是？怎么又再讲一次？好，来哦，该我。请问从新闻主播转型为艺人的是哪位？没有，他有两个吧。吴怡佩 ，B. 杨千佩，请作答。简单。哎呦，哎呦，好优雅。恭喜答对，完美的转身。还是再度的跟间谍说，我们会分你，好好自为之。你现在又搞了半天，叫我又怀疑他嘞。什么呀？太强调，他有点 over 了，你知道吗？太强调，每一题都在强调。念之在兹啊，通常就是嫌疑比较大一点。来，这样是第三。请问海带打结的用意为何 ？A. 保持新鲜 ，B. 方便夹取。可以吧？请作答。可以啦。简单吧？就可以猜，自己那么爱做菜，可以吧？恭喜答对！这一题要答，这一题要答错的话是真的有问题。用不要讲说你知不知道，用就这个逻正常的逻辑想都是，你看海带很滑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那领结也是同样原因吗？领结呢？拿不下来，怕他拿下来。来，最后一题喽。最后一题，好，看好。请问新闻节目主持人戴立刚原本是 A 气象主播 ，B 社会记者，请作答。你要翻跟斗哦。哎，恭喜答对。我是社会记者，是。好啦，公积金下是67000了。啊，间谍经常13000呢，13000，所以大家很认真在答这个，但是
刚刚的题目你是蛮离谱的，对，李光耀，对不起，两轮都很离谱，都很离谱。简单的分析一下，我先吗？韩竹，我觉得这边我觉得佩珊姐的可能性变高了，因为呢，答错答得很离谱的错的时候，通常会很焦虑，说我真的不知道，哎呀，我哪里什么？可是我觉得佩珊姐就是轻轻带过，说哎呀，我忘了这样子。你都答得很认真了，对。但是我觉得你分析太多，哎呦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分析太多。对，来，我上一轮锁定的是展元，到了这一轮呢，一开始我觉得我老婆嫌疑加重，是因为。连续第一轮跟第二轮都犯愚蠢的错误啊，这真的不是他的错。但是后来我想一想，他在人生很多关键时刻确实容易看不清楚。哦，这样子，要不然我怎么会选到你？要不然我怎么会有机会呢？不要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就是用他选择嫁给你来做一个出发点就对了，对对，是不是？逻辑有时候会突然卡卡。哦，但是这一轮结束之后，我真的觉得韩祖。他的动作多了一点，话也多了一点，心里面念之在之。像我们大家就是，因为我如果是好人的话呢，我们如果已经知道我们是好人，我们是很我是好人。如果我是坚定或好人，反正我们答题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只有专注在答题题目跟答案上面。我比较不会去想到什么，还要跟间谍分钱那种，我们不在乎那钱的事情。刚刚韩竹是怀疑我嘛？我真的要跟大家讲，因为我做新闻主播的工作也做了十多年。新闻主播就是擅长隐藏自己，然后要隐藏自己那种害怕的感觉。我刚刚答错，其实我心里真的非常慌张。我想说，完了，我的专业度光为了你们上这个节目就全毁了，不值得，还要接代言的。我们会把那两题剪来做预告。李光耀、木乃伊这两题剪来做预告，我讲现在就回播。但是反过来，我现在越想越觉得韩竹比较有可能是间谍，因为其实大家可以回想一下，他从一开始抽那张牌的那个第一个表情，其实就是人最真实的反应。他第一个表情就是我是哈人，然后很甜美的那种笑容，掩饰藏自己去。而且韩竹他是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所有的套路都想好。他拿牌是先这样子，有城府那么深吗？没有吧。圈转完了，你对那个转圈是啊，念之在之啊，念念不忘。你看下面的前辈骂名主，我跟你讲，今天这样想下来哦，我觉得他们夫妻俩有一个人，一个在 cover， 一个在 cover。哇，默契很好。今天真的有一个的话，是我对于这婚姻是打问号。不要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太快了，不知道。放心啦，认识人你已经走过了二十几年，算走过了，够了，这样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没问题的啦，好吧。观众朋友，大家看着我们节目，到底认为谁会是间谍？好，我们下个单元再来细细的这个琢磨。好，我们全体总动员，第一题，简单吧？转身，来，音乐请下，表演。好，转身。转身。音乐起下。什么事啊？好，韩竹。音乐起下。这个动作好猥亵哦。为什么？成语还是一个三个字，我们不能高，不能讲，要讲吗？要讲答案。消防员，为什么？他在喷水啊！你，我看你背着我没有看到，你演一次给我看。来，展元这边演，来，音乐起下。这叫喷水，这明明就是三个字，打。所以是消防员，厉害，韩竹很强哎，很厉害，厉害，我都不知道是消防员，很厉害，我以为是小便斗哎，小便斗，对啊，因为你是戏良心，哎，佩珊演的真好，他演的真好，先有火，对，水，后来我还打开了一个消防栓，再继续喷，对，我有两种，我以为是草长出来了，所以继续浇花。
所以呢，这个题目呢，我是排除韩族的。哎，韩族很强，因为他很认真在打。对啊，这个答对不好，现在来换位置，现在是五千元哦，五千哦，简单吧？好，好不好？来，转身，来，焦凡凡，全体总动员，音乐起下，两个字哦。真的有问题，我也他真的表演有障碍。所以我就照着演，我就照着演。展元，好，佩珊，完蛋，音乐请下，两个字哦。转身，韩族，来，音乐请下。好，转身，永康。音乐请下，好优雅哦，韩哥好优雅哦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职业，空姐空少吗？哎呦，所以是什么？空姐。什么什么？哎呦，他很认真打哦，空姐啊。第一个动作是那个逃生门，第一个，然后放行李，而且我完全没有比逃生门。那他这个动作是逃生门，他是关那个关的行李箱，关行李箱。对啊，有什么职业要一直那样？好了，最后一题，韩族第一个，简单吧？来哦，转身，展员，音乐起下。好，永康，转身，音乐请下。他真的有问题。反凡，造成这样。音乐请下。最后，佩珊，来，音乐请下。好，佩珊看到什么？忘记，我还忘记。也是个职业，两个字。又是职业，我觉得直觉，相扑。哎呦，直觉。我表演的是标准动作。你真的好烂、啊。标准动作。你说，相扑最起码这个要很，还要抓那个撒盐啊，还要撒盐。撒盐。没有看到撒盐。对，他们有那个那边切切切，没有没有切那么多、啊。你那个是切切啊？对，我一开始以为跟厨师相关的，我以为是肉串呢。也是在对，是好不好？厨师跟相扑之间要二选一，所以答案是什么？哎，这一题一万呢？对啊，正确答案就是相扑。答对都是加到我们的这个公积金哦，现在公积金是85000哦，第一次这么高，第一次这么高，对，节目金，我们现在三题都答对哦，所以我们的这个间谍金才13000呢。今天猜题的人很强，每一个猜题的人都很强，不是，所以说今天的间谍到他可能是不敢错，有可能还是故意答对，自己当好人，不懂。从这一题看起来，我觉得展元的机会越来越大了。我觉得他很没有他，我觉得他就是智障白痴。这种表演啊，表演方面，他很会说，又是体育主播，然后每天面对镜头，应该肢体是很协调、很灵活的。我觉得他是故意今天做所有的动作都绑手绑脚，误导我。展元他肢体没有像这样子啊，之前我们去其他你都很好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他上我另外一个节目，我告诉你哦，也真的也真的很差，他是真情流露，他没有想要故意装笨。好，展元呢？我还是怀疑韩族，因为呢，我们新闻有一个用语叫做无从众，我是要跟随着大家一起，都有这种公众心态。哦，他应该是间谍，但是他害怕被别人发现。故意假认真。你觉得他是故意假认真？但他今天从头到尾都很认真，答对哦。对不对？我觉得没有共识，应该就展元。
没有，我带来韩竹。我觉得是展元哥，因为就是如果他去怀疑永康哥什么，我们可能还觉得他讲的话有参考价值。可是他去怀疑全场觉得最不可能的人，那就代表他真的已经找不到地方可以抹黑了。观众朋友，您抓到间谍了吗？好，我们马上来看看谁是大间谍。好，谁是大间谍？观众朋友，一起来抓间谍。现在我先删掉了我们主持人焦凡凡。好，好人，好人没错了。永康，我是100%我有信心。会不会吓到？哎，永康好人，会不会吓到啊？好人没错。韩竹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间谍的话，我真的是瞎了狗眼。韩竹好人。司机写雅气，一个呢？金字塔写木乃伊。金字塔写木乃伊。怎么讲我自己？还有呢？这个李显龙、李光耀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我来抓间谍是，可以塞。真的假的？我吓到哎！他在笑，他在谁？他在头上。那我们来看看。你的枕边人，你枕边人怎么样？我其实从今天开始，凡事都防着你。哇，间谍！所以呢，我今天抓到间谍，所以全部的奖金呢，就给我们的好人。这节目啊，98000，你们三个分98000哦，98000，来哦，但是要过我这一关，来。给你们选，跟哪个 PK， 然后选一个游戏。对，右手边第一张，这一张。哎，对。什么游戏呢？金爆骰子牛，吹牛会吗？啊，吹牛。王牌大对决，98000。哇，最高的一次。我有不能输的压力。有哎。啊，王牌大对决，摇骰。来看牌。来看看我的牌。对呀，对，卖。两个六，三个四，五，好哎，哎呦，三个六，四个四，哇，你没有五个啊？哪个？四个四啊。抓！我抓！四个四，你现在就抓我。抓呀！因为我叫不上去，我牌很烂。抓要开。我只有一个。哇！我还真的四个四。哇！四个四，这牌太好了，这牌超好。这我们刚好摇得好，没办法。就跟你说，气太好。一个桂花水。我靠！哇！这样我会输哎，五个四哎，我们现在距离98000只差两个关卡，其实很强哎，这个牌有点好啊。现场最紧张不是我，因为你看这组人更紧张。第二把我一定要赢啊！我要赢98000守住啊，哪个？来摇彩，看牌，碎哦，我们还是很碎哦。两个六，三个四，三个四，再来，你又有四吗？我们是惊奇四超人哦，对啊，阿北出事了，今天很有事哦，出事，抓，我抠门，你们再想一想，你开了，他抓了，距离98000只剩最后一步路。很少看到奶哥会恭喜啦！哇塞！哇，我开始冒汗了。
你今天这个事我都栽在四的手上，不要出事了。谢谢奶哥，真的出事了，好吧，谢谢大家，恭喜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观众收看，也别忘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8点整准时收看我们的王牌别对决。快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小铃铛，收看我们的最新影片哦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影片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